还是厉害的。AD 不会玩，黑这个，不是你会不会玩？大爷，好黑，打野来了，我们打野来了，走，我喝药了，你看是不是吓到了吧？证明他们打野不在下。哎呦，好走呀，牛的嘞！装什么？干嘛在？干嘛？过来呀！这剑圣在干嘛？去吃小龙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不要这么勇敢啊？一回来，妈的喜欢送，牛逼！装你妹呢 ！A 死你！大嘴杯玩的，被打不溜了，准备干他。好，灯笼，哎，没灯笼吗？还要闪现我了，快走！暴击！哎，你不会暴击，可惜了，不好意思。
不玩了，老子去中路了，不玩不去下了，去不了。哎，双杀呢？那我再来吧。咋了？我操，牛逼啊！我这波什么也没干，杀完了，帅。我操，牛的！操，好开，真棒！别发了，就我们两只。没了吧？没了吧？哎，怎么回了？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哎呦，这孤岛有点帅啊！高手 ，so crazy。적이전장을치료하고있습니다我就没有干锅的呀。哎，不是，给我吸一下，给我吸一下！哎，给老子吸一下！你吸板一锅，过来一波，过来一波！再去。打不了就回，我说真的，可以不强求，我真的有点不想打，但我们打的速度确实快。别鸡巴点了，老子他妈要瞎了。那我也差点钱啊。反正跟他在一起很危险，这是个危险分子，真的。
总感觉他是危险分子。锤石没有干过呀，这个奥就是在空气中装什么，这个桃给你推了。死暴击治疗不是，老子锤石又去哪儿了？还看不出来我是猛男吗？你别挡啊！你别挡啊！加没了，杀他！